尽管交易所部分银行金融公司的网站遭到骇客攻击，侵入西亚组织已经还案。北爱尔兰的一个公园最近采一座女王雕像纪念伊丽莎白二世，有人批评讲一点啊拢无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昨咱证券交易所、中华银行、啥调黄金等等的网站，拢一时袂当入去，袂滴袂当。咱政府所谓发展部已经证实是受到国际骇客攻击。有专家就理解讲，可能是总统赖清德最近受访，讲到中国爱去甲俄罗斯讨领土，才会去抓到亲俄罗斯的骇客。这个网页无论更新几次，连续拢失败，画面就是无法度正常显示。十二下晡三点，证交所的官方网站向向规个小度，隔天刚十三透早，同款的情形阁出现。证交所回应讲，有大量外国的 IP， 同一个时间发动无效查询，查询的量是比平常时啊加三倍至四倍，造成服务无稳定。不过，证券的市场相关业务的运作并无受到影响。DDoS 就是分散式阻断攻击哦，基本上骇客会操作这个大量的这个僵尸设备，那透过这个让这个服务过载的方式哦，导致这个服务无法进行正常的这个营运。证交所的官方网站即个拄到的是 DDoS 的攻击，主安司嘛证实，有卡瓦罗西亚骇客团体对咱台湾公司部门的网站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的侵扰，目前大部分拢已经恢复正常，不过有部分的机关还搁伫个排解当中。官邸在十二透早六点五十五，上市组织业动作控股已经发布重要的信息，公开因的官方网站受到网络的攻击。迄天下晡换证交所，到暗时啊，调黄金甲中华银行嘛，小连锁发布重要的信息，拢是受到 DDoS 的攻击，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相关的防御甲防管的机制，对营运并无重大影响。有没有可能从 ISP 业者的匝道转端做一些流量的监控，然后直接从 ISP 把这一类恶意攻击的 IP 做一个及时的流量清洗阻断。因那自称是因犯案的骇客组织，底下群 X 大声表示，包括行政院主计总处、贵美中心、交通单位、甲地方财税网站等等，已经对台湾发动几啊波的攻击。行政院发声明表示，因大力谴责骇客无代无止做网络攻击的行为，已经有密切掌握情形，协助各机关加强防护甲应用。另外，嘛有专家讲，这类 DDoS 攻击是无啥技术，主要是黑镜的效果。不过，要安怎强化防范来以保障通信的安全，确实是应该好好啊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防的大消息，德国军舰过二十几年，即马是头一届，今日搁要再度经过大海。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军的海霸部队当日接受秘密训练，已经训练超过一年多。讲若中国敢来拍台湾，伊就会来出手相助。今年七月，环太平洋军演提供予台湾媒体登上军舰，摄影的巴登符腾堡号、神童舰、十三号记录到加波吉舰、法兰克福号由北向南进入大海。同时，德方也介绍巴登符腾堡号真大续航力。德国海军巡防舰以及补给舰各一艘，自今天上午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段时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到下晡四点二十，军事卫星也公布航迹图，显示德国军舰已经开到淡水河口西北西五十海里的所在，也将做二十二年来头一批经过大海的德国军舰。对于台海局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被帕斯盖特首席首脑宾拉登的美国海军精英海霸部队第六小队已经秘密受训一年多，一旦共军侵犯台湾，就会出动协助。而且分析，海霸六队是美国海军的三栖部队，主要任务以海洋场景为主，包含非常规战争、国内外防卫、直接行动、反恐怖主义行动、特殊侦察任务等。城镇作战跟中东地区可能会完全不同，道路环境啊、战区啊什么的，我相信中文训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必须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而是包括语文。他则认为，海霸六队也可能是为其他特种部队在印太作战先进行侦察加战术发展的训练，不一定是跟共军正面的交战。对中国无放弃武力反台，总统赖清德十三号一摆主持三军事官新兴联合开学典礼，强调中共近年来对台湾不断是文攻武吓，勉励学生爱对国家忠诚。大家要全力保家卫国，这些年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不曾停止。另外，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渗透，
大家要牢记从军的初衷，对国家忠诚。老总统望士官学生继续真正技能，完成部队交付任务，正式军队维持战力上个重要一环，也提醒要注意健康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高雄过道拢在落大雨，阿姆那汤机场的天棚会漏水，小港机场嘛在漏，尤其是国际线二楼、一楼计程车排班的所在，到今仔日是也搁在漏水。也机场公司是解释讲，因为熊熊这雨大船的来，这排水坑才会下袂离。十三号上午，前往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厦二楼电梯边啊，提起民众就爱洗泥涂骹的骨，天棚即时一直咧滴水。还有在滴耶？对啊，还有在滴。国际航厦一楼的客运车等待区嘛，同款状况，天棚嘛是一直咧滴水。前一天更加离谱，当时户外咧落大雨，国际航厦四道街的报道为出现热水条。公共建设它时间到，它本来就会有年限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他们可以维修的话，当然是最好，因为毕竟是国门。像国外机场都是透过疫情期间有大幅翻修，台湾就比较没有。五月底机场冒漏水过，当时伫大雨了后，出境大厅、登机门拢漏水，搁放满纸箱来接水。高雄国际机场回应，十二号出现水条是因为熊熊落雨，加上厝顶排水孔塌掉的才造成。紧急处理已经解决，嘛已经编列预算要来改善漏水。年底进前办理招标，115年会当完工。高雄大寮区中山工商，这是学生放学的时阵非常狼狈。几名学生拿一支雨伞，嘛有人一个人拿，犹原是当哥哥。大雨当中，学生只好伫个操场等候车。没有淋到雨啊！我昨天忘记带雨伞。有淋到雨，有淋到雨。这个雨下得非常之大，而且是非常临时。哦，学生都有带雨伞，但是雨伞来讲的话，其实坦白讲是没办法遮那些雨。好好解释，学生本来伫个校前广场等车，但是内底个校车有100多台，平均一台要40名学生上车，加上人数侪，形形当着大雨，才有一部分的学生排去操场等待。后续卖看监控调整，以学生安全为第一考量。记者王立婷、邓庆坤、明昭全国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新闻的重点整理。今透早有4架中国海警船走过咱金门的禁限水水域，也咱海巡嘛派4架，一只对一只，出去甲对，再公布，甲因全部赶离开。咱市长吴伟铁的公务车昨伫高速公路出车祸，去弄到一个钉伫路中央的铁箱啊，可能是有人载物件落来，那是查到相当会当罚甲万笔。台中一个富人人顶个月去阿里山佚佗，中途昏去，警察摕 AD 电心脏来甲救，结果煞无电，害者送医救无倒来。警方表示，这 AD 都定期维护，详细过来调查。过来看国际消息，为着阻止假消息，澳洲即马是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大金公司爱负责甲家己下卡的网络平台管好。卡苏纳违法传播，安尼你这间公司，算你今年伫咧全世界所赚到5%就好，都要交出来做罚金。澳洲十二提出一项加强打击网络假信息的法案，未来若无管制假信息传播的社群平台，都会罚全球20%的罚款。澳洲总理批评讲，下个科技平台影响力已经踏过澳洲的主权。这项法案会锁定科技大公司，挑战因制定相关的准则，而且交付监管机关来批准。平台若是不愿执行，澳洲政府会制定家己的标准，而且甲违规的公司处分。The bill will empower the ACMA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platform systems and processes, and will improve transparency about measures platforms have in place. 这个法案是第一礼拜日。总理艾班尼斯宣布建议限制16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社群平台了后，搁一项针对网络平台的管制，主要是针对损害公众利益的内容，亲像影响选举完整性、有关公共卫生错误的内容，或者是攻击特定族群甲个人，甚至是破坏关键基础设施、阻碍紧急服务的假信息。The bill positions Australia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ackling this growing international problem, one which threatens to undermine our civic discourse.And democratic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不过反对者质疑新的法令会限缩言论自由。社群平台 X 的执行长马苏克直接铺文批评澳洲政府是法西斯分子。这并不是马苏克头一次跟澳洲政府对抗。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关下令，要求社群媒体要把涉及主教受到暴力攻击的影片为网络顶提出来，而且防止错误的信息继续传播，让暴力的事件再扩大。
不过 XBay 台算是拒绝，外围网络顶提出来，因为安尼双方闹到法庭去。XBay 台表示会尊重澳洲的法律，不过澳洲监管机构无权干涉 Bay 台使用者伫全球的范围内会当看到的内容。公司新闻牛干朋友。英国在位上久的君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已经两年，北爱尔兰的一个公园最近就采一座女王雕像来个纪念。不过详细个看，不管是头巾、挂套、卡帽，也是面容、穿菜风格，自头看到尾，拢让批评讲是一点啊拢无成，甚至是连边个狗啊都看袂出来是伊咧饲的。英国媒体嘛，口说讲，那讲是罗宾威廉斯1993年扮女装做女仆的这个电影主角，嘛卡差不多。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上久的君主，伊的容貌也够新颖，大家拢真知影。北爱尔兰当地艺术家安托布伦南受安特里姆地方政府的委托，所创作的女王青铜的雕像，正经伫安特里姆城堡公园来献舞。女王的雕像看向远的所在，身穿粗灰的尼亚裙，头毛用头巾绑起来。后边起来是陪伴伊一世人的红腮菲利普亲王，脚边啊也够两只科技的狗啊陪伴。不过，这个艺术作品对现幕以来，到底甲女王是有共啊无，引起真激烈的辩论。Not so good of the Queen, I'm afraid, doesn't make it bear any resemblance. In fact, the corgis are better than the Queen, I'd say. I just hope the figure looks like her face. I think the rest of it, it looks like, but I don't think her face is very like the Queen.安特里姆地方政府伫官方的面册专页公布新雕像落成的消息，甲相关的相片。有人讲，这签收的官员应该目睭爱去检查一下；，有人讲，雕像应该按样雕定做。负面评论一直伫摆，当局有时归去甲这个评论区留言的功能改关起来。虽然真侪民众讲，这甲女王真无共，也毋过接受艺术评论员认可这座人物的雕塑，替艺术家来发声讲话。I think all art is valid,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is art made by someone who is an active artist.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is made by a computer. This isn't something that is generated. This is someone's hands making their image of what they believe would represent the Queen. 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刚才看太空公司 SpaceX 宣告成功完成全世界第一个载普通人太空漫步任务。讲是讲普通人，不过其中这个带头的艾萨克曼，伊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好野人，这个任务钱全部都是伊来赞助的。今仔即撮另外阁有退伍的军官、工程师，一行有四个人，当中毋是专业的太空人，因行出太空船，太空漫步一点钟，共同完成这项世界纪录。SpaceX 的北极星黎明任务，美东时间七早在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在现年41岁亿万火箭人艾萨克曼等四个人前往太空，各第12创造历史。予人送起来的太空非专业太空人出舱门，展开历史上头一届由民间企业所进行的太空漫步。这届任务的指挥官艾萨克曼走出太空舱了后，看到的景象，伊讲：为遮看地球，确实是亲像一个真完美的世界。If you're going to go to the moon or you're going to go to Mar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ly through the Van Allen belts,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you know, solar winds and general background radiation. 太空漫步全程差不多一点钟，关太空舱门到完成重新整合需要50分。艾萨克曼加30岁 ，SpaceX 工程师吉利斯为船头改装的舱门离开太空船，阁使用滑手引导穿过真矮的通路。两个人进入太空了后，按照计划执行一系列的任务，包括测试新款的 SpaceX 太空装。这款太空装比 NASA 的太空人进前所穿的阁较薄。SpaceX eventually has to make planetary suits that you can wear.And walk around the surface of Mar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ir aspirations of sending people to the Martian surface and actually even starting a permanent presence on Mars at some point. So that's the end goal of the company. 这是马斯克的 SpaceX 为了突破商业太空飞行的限制，伊所做的上新，嘛是上高风险的试验。较早是干那政府所属的太空人，在经过真侪年的训练了后，才有法度完成的太空漫步。公司新闻，新乐陪编译。伫咧韩国有一间空块场做主题体验的游乐园，
原本讲是要给三岁至十六岁囡仔来佚佗，正煞变作讲有真侪超过二十岁也找无头路少年人来遮体检，要找找家己的生活目标。大楼突然大火，消防车紧急来救援。消防员听指示，提水枪向准大火点喷射。韩国为三至十六岁囡仔打造职业体验主题乐园，所有设施都是以因的身份所打造的，是实际大小三分之一。即个职业主题乐园，当年大约吸引数十万名游客来这体验大约160多个职业加各种的活动。在多边的音乐节奏同齐跳舞，这个场馆要体验的职业是做 K-pop 爱豆明星。韩国的流行音乐有真大的感染力，佮加上好记的歌词，受到少年人的喜爱，所以有真侪人前来体验做爱豆的滋味。场所는그대로인데제가달라진것같아요좀더체험할때좀더진지하게임하게되고좀더현실적으로보이는것같아요坐伫救护车，无疑等要出任务救人，搁听专业警官的指示操作 CPR， 也是同齐将受伤的人扛上担架。虽然职业体检主题乐园将上大年纪设为十六岁，但过也有真侪超过二十岁，也未找到理想工作的人来遮思考未来的工作方向。제가진짜저도키자니아를막중학교때까지되게자주왔었거든요그러고나서이제또굉장히오랜만에또여기파크에또이제다른느낌으로이제오니까어렸을때는여기되게커보이고막그랬는데건물도되게막작게느껴지고이제이런좀뭔가복합적인새로운감정들이많이들었던것根据韩国政府调查，目前有426,000名少年人无工作，也无打算要积极找头路，处于休困的状态。阁有超过50%的韩国少年人表示，因无想要到中小企业工作。专家讲，韩国应该爱创造更加侪优质的就业机会，好使个少年人脱离对就业市场的失望甲惊吓。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天气有影是愈来愈热，路边卖凉水已经无够看，即马便利店佫开始咧卖一款龟背饼干，会当互你家己买凉的来头。自本是韩国开始兴起来，兴过来咱台湾，即马中国嘛开始咧笑，逐间凉水店拢咧拼俗个竞争。鲜酸凉，大家好，清体的鲜甜就是 double 鲜美。中国饮料市场800款，饮料网红 Stacy 的频道有180,000追随者，新口味一家拍片拍不了。最近十年来经济繁荣，地面店拢向高级路线发展，强大新鲜水果天气鲜甜，有机原料，介绍350块人民币合台票强要200，显示都市青年生活品味。不过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含着落差，青年失业率高，消费开始减少，加上随行这种连锁冰格咖啡。一直开，正规的领地开始集体降价求生，焦点会高消费，所往基层扩大市场。这个是17，相对于以前的奶茶来说，算比较便宜了。虽然可能每天在喝，但是如果每天30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对，以前我们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认为的咖啡是舶来品，是奢侈品。现在9.9、8.8，我可以买到一个奢侈品，那我为什么要花20多块钱买一杯奶茶呢？就 why？ 今年中国饮料市场也有新的出色，就是冰咖啡的流行。这个概念上早为日韩便利商店起来，已经成做创意配合的舞台。金州古岭高咖啡冰杯是最近韩国正受欢迎的口味，即马中国也咧流行冰咖啡，主要原因是今年热天气温实在一直创新高，加上消费者对价钱愈来愈注意，用3-5块的冰杯，或者是用饮料配料做荷包，几十块的成本都能实现冰饮自由。社群平台出现真侪 DIY 饮料影片，或者是配方。精品发的朋友圈，符合少年人爱新鲜、展现自我，也比去咖啡厅或者是买茶饮更加俗，实实在在省钱的啊！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